今天呢是新到了几块原石，它每种玉质的话都是不一样的，来给大家呢讲解一些玉石的一些知识啊，关于原石方面的。如果说你也是喜爱翡翠，喜爱和田玉啊，都不要错过了。这一块是白度最好的，这一块的话是沙枣青，带有这个皮色比较漂亮。这两块的话都是带的皮色比较多，料子是比较大的啊。像这两块，我们可以一一的来看一下。首先这块的话带的浆确实是比较多的，那浆的话它是打不透的啊，这边有灯可以看得到。那如果说打这边，其实玉质它是能够打得透的，但是你看浆呢它是打不透的。这是用来鉴别啊浆和玉的一个就是说区分的一种方法。如果说你喜爱翡翠，喜爱和田玉啊，都可以136，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啊，3658，3359啊，撒金皮啊，像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佐料，或者直接说当做一个摆件摆放，因为它下面其实搭配一个底座，上面的一些皮色巧雕成这个山水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经过这个大自然就是成千上万年的一个形成啊，矿物质不停的渗入形成这样的皮色，确实是比较好看的。再来看一下这块啊，这块的话呢相对比那块就是稍微说白度大约是在就是二级差不多，稍微就是会有一点点的青，所以这个价格的话会稍微低一点。像这个外面一块大概是20000，这个都是正宗的新疆和田玉籽料，可以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皮色跟毛孔啊。那其实你多看一些这样的真皮真籽，其实在你自己的话就是说以后挑选玉的时候看到那些假皮的也会有一种就是一种感觉的啊。建议大家可以平常的话多上手把玩一下实物，多看一下。我们是一家呢做翡翠和田玉批发的实体展厅，有上万件的一个货品啊，可以过来实体展厅一起共同探讨交流。这边是撒金皮，可以看一下皮沁的地方啊，它这个皮沁就是说一定颜色是由浅入深的，里面的颜色是很深的，这个才是符合天然皮沁天然皮色的一个特征了。但是这一块料子其实很油啊，其实籽料的话呢油润度啊是所有产地里面是最好的，料子是非常的油。再来看这一块，这块沙枣青其实密度很不错，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可能不方便是带大家呢是欣赏太多啊，喜欢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刚刚有给大家说过这个方式啊，货品的话都是保真的，支持全国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货，终身换货。确实啊，直接打灯看啊，看这样的一个密度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密度过灯的一块料子。像这样的一件的话我们这里就只要几千块钱，外面市场价你去新疆买也都要10000多的。因为货品的话这个都是早期啊金融公司抵押的，性价比的话是非常的高啊，很多料子价格就只有市场价格的这个1/3了。各种不同题材类型的把件挂件啊原石成品都是非常的多，批发的价格啊保证的品质。这边的话是带有这个皮裂啊，红皮非常漂亮，这块是白度最好的，可以直接做一个玩料手把件啊，因为它裂的话直接是死裂的。其实区分它的死裂跟活裂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活裂是会就是说会长大的，会玉石会受影响。但你看这个啊，它就直接是很浅的，非常非常浅，大约的话是有1毫米的一个裂痕，这里会深一点，但是它直接皮沁侵入深入到这里，所以说这个是死裂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很不错的一件玩料啊。像我们这边的话几万几十万的货品也是非常的多啊，收藏级别的或者说几百几千的，各种把件啊摆件青花非常的多，可以一起共同探讨交流啊。